因为我们那个笔记没法开，我们今天的很感谢有两位新伙伴加入，然后我们最大的进展就是说，我们对于那个开放授权有，这个因为我们笔记开不起来，我们对于开放授权有比较明确的了解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开放授权的条款这样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要做会员系统，然后有一位新的伙伴一起来协助那个会员系统的建制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活动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想要办，做共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方式，然后刚刚有一位伙伴他也非常有兴趣，所以我们即将要2周年了，所以会在8月的时候办一个活动，然后是用这样的精神去举办这个活动，然后大概详细的上面的共笔上面都有说明，就是我们有笔记，但是因为开不起来，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再点去看一下，然后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征求就是协作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有需要社群编辑，所以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加入，然后再来就是网页设计，然后后端跟前端都有需求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